当我教你同事们打网球。哎，你看，你这握拍姿势不对呀、啊！我教你。你握太靠前了，发不上力。你握后面一点，找一个舒服的握法。这也是大陆式握拍，手握紧，然后左手握上面。你身上好香啊！有吗？你别分心，握住，感觉能用上力吗？可以。那你先练着，我看他们。嗯。石榴，你这姿势不对呀、啊！你这么打能找着球才怪呢！我教你。两脚分开，膝盖放松，身体稍向前倾，球拍放身前，左手扶住，差不多，准备姿势能记住不？记住了。然后起来了，球拍大概是这样的方向，你先向后，再往下，然后往前拉拍。你好香啊，喷香水了。我认真的。然后挥拍，打完球会随挥，再回到准备姿势，挥了。你自己练一下。扎头发的季节，嗯，我帮你扎呀。你身上好香啊，都出汗了，好香。一般打网球你随便扎个马尾就行。行，扎好了。你不带个护具什么的啊？我去给你找一个，要省免得受伤。还行啊，朱婉，你学得挺快呀。哎，你身上怎么这么香？喷香水了？我就说你肯定喷香水。行，那咱们打球吧。怎么样？看看石榴怎么样啊？往哪儿打呀？自己拍上。哎，主管打得好看的。行，那你们看好了啊。